嘿，兄弟们，我又来钓鱼喽。路上看到了一条小野河，这里钓鱼人还挺多的。哎，这个草洞看起来还不错，走下去甩两杆。这个位置要有一个良好的钓鱼环境，先把周围的垃圾捡一捡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垃圾实在是太多了。我太难了。今天我们就用3米6，刚好钓那个草洞。线组1.0+0.8，5号金锈。再来选个漂，今天用这个，吃前1.8克。我空钩，空钩下去第一杆，我啥都没挂，我着底呢，就上了一个叫贼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哎呀，还不小呢，空钩子。哎，下货下货，再来给鱼做个饭，搅拌均匀。鱼情不明，拉饵先行。刚开始拉大一点多，抽抽频率。来喽！我去！上来了吧？嘿嘿，洗头。真疼！哎呀，这鲫鱼为什么收长收长的？进货进货，进去吧。来，哇塞，洗头，搭桥了还？哎呀，进去吧。来喽！哇塞，这条劲儿好大，大胆子。哎呀，这条真不错。哎呦，啊，扎到我手了。这条鲫鱼，进去吧。来喽，小鲫鱼。好嘞，小洗头，嘿嘿，要保护的节奏。进去。小鲫鱼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你看咱们今天的鱼货，全是洗头。今天的河罐，全是洗头。喝一条鱼不？鱼。最后把鱼送给隔壁的大哥了。地的，不是河南的。感谢啊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好，谢谢。